早上去做了个发型，挺好看的。咦，小煤球，你怎么在这呀？我抱你去客厅。在宫殿的时候自己做过饭，不然我现在自己都做不了饭呢。看起来还不错，尝尝吧。不错，但是还是没以前宫殿里面做的好吃。应聘大工作的公主会怎样？那位顾客会不会喜欢公主呢？敬请期待下一集吧。